但是最爱的是台湾的牛肉面。牛肉面，对，这次来是今天是第四天，前三天我就吃了牛肉面。你是死传人嘛？死传人喜欢吃的就是辣嘛。吉隆啊，你知不知道吉隆、啊？吉隆啊，有一个那个牛肉面很有名啊，是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呢、啊。哦，那个可特别了，一边吃啊一边大蚊子啊。我去吃一碗面呐、啊，被叮了26个包啊！我为什么会迟到？我老婆拿圆珠笔帮我划圆圈，划了26个哦。你又你家里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跑到防空洞吃、啊？不是花哥，因为那一家听说很好吃啊，以前就是跑码头的，一下船马上就会去那边吃啊。是在基隆庙口吗？吃吃不是，在那个基隆火车站出来哈、往左边这边走，然后靠近山边的那边其中一个防空洞，你要跑对哦，你跑错了，里面会是有柳兰盘的哦。游民在买牛肉面，我去找一下。是，欢迎你来。他这个是张咪丽呀，我爱你的你呀，阿花什么花呀？伊阿花的花呀，奖金是安怎摕啊？安怎摕啊？摕啊！哦，谁那安怎摕？哎，恭喜哦！是，最佳综艺节目。哎呀呀呀呀！哇，你们获奖无数，做了九年了、啊。做了九年，然后一共得到4次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已经破纪录了。对。但是都不会有心病吗？心病多少会有啦，但是也够成熟了。是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你看阿 Ken 跟纳豆就不合啊。哦。对不对？为了安心牙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，年轻人都会这样，我们不会。他们为了安心牙不合，那这个是情有可原，不是为了钱嘛？对，是为了好色而已啊。对，人活着不会是好色跟钱而已。